最近杨秀慧因为马来西亚实施封关，一直都不可以回香港出席新剧宣传活动，但都不时在 IG 分享剧照和花絮。估不到他这日忽然在 IG 分享一张捉住 BB 手只的相，还宣布下个月可以以母亲的身份过母亲节。原来秀慧早前在马来西亚生了个 B 女，静鸡鸡荣升妈妈。她还说女女出生的过程一点都不易，出现了很多变数，但好彩女女都安全出世。她最后就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，希望大家尽快抗疫成功。陈伟、唐诗咏、九云慧、洪永成、蔡思贝他们得知消息都立刻恭喜她，还说想快点见下 B 女。